对，李哥晚上好，给我安排个房间。不好意思，李哥，今天房间已经满掉了。那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吧。哦，好的。哦，这样，你帮我拼个房吧。拼个房啊，好吗？那李哥，你这边请。好。服务员，你好，老板，这边有什么需要？给我安排一个60职员的项目做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哎，帮我拿个99的。好的，帅哥。给我安排个149的吧。拿个259的。给我安排个359的。给我来个399的，哎。好的，帅哥，因为这个399还是太高了。这么高端的店，消费就这么大众吗？是的。哎，安排两个399，给我安排三个嘛。好，来。四个。好的，帅哥。给我安排五个。好的，老板。搞什么嘛？七个，安排。好的，帅哥。八个。好的，老板。什么？这边结一下账。嗯。今天消费是8999。多少？8999。立马报六位，马上去刷。好的，先生，你稍等。对，兄弟，还在的呀？在。老板，这个是我今天的消费业绩。好，不错，我好干啊。好的。老板。我操！没想到吧，兄弟，以后常来个。